透过 Gift Asia 的协助，我们得到一个资金赞助，那让我们可以再推动一个关于这个安全照护一个计划，那得到很好的一个推动跟成果。那我们近几年呢，都是透过 Gift to Asia 呢，然后得到一些不同单位的一些企业赞助。我们去年其实在预警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非常感谢 Gift to Asia， 透过 Gift to Asia 的帮忙，我们接受高通公司在地震后的复原。非常的感谢。Gift to Asia 在这个我们提案跟银行提案的过程中，它其实协助我们非常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 Gift to Asia 在这中间真的给我们非常多的指导跟建议。我们跟 Gift to Asia 已经合作快十年了，每一年 Gift to Asia 帮助我们从美国取到一笔奖学金的捐款，我们是专门 for 听障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Jill 还有 Gift to Asia。 很谢谢 Gift to Asia， 就是这几年来帮助我们，就是有关海外募款就是作业的一些事情，是很谢谢这样子的帮忙。我们从去年开始合作 Gift to Asia， 它那个网站那边有公告我们募款的基金会的那个资讯，目前没有任何的合作，但是其实我们非常期待未来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火花，然后让这些爱，让这些幸福可以在台湾各个家庭里面去延续。透过集合这个窗口，其实给我们非常完整的指导，抓到这个重点，那包含捐款者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很快的抓到那个重点。那我本身英文不太擅长，所以每次要送案其实很紧张，但是可是巨额其实很帮忙，不断的用 email 跟我们沟通，说在我们的方案的部分的话，可以再做什么样的调整。所以在合作过程中，真的是很感谢巨额给我们很多温馨的提醒。我们感觉到Jill 非常的热情，他也非常的主动，也常常提醒我们一些细节。那因为我们是从去年第一次跟 Gift to Asia 有这样的合作，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很多，非常的谢谢Jill 的帮忙。我觉得巨友就是一个很亲切的窗口，然后他其实在这当中，他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有其他需求的时候，他都会努力的去帮我们做寻找或媒合的部分，所以就是很感谢他在整个提案啊，或者是服务的过程中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合作状况非常好，而且巨友都还蛮很热心，觉得他处理事情很快速，然后也很亲切。巨友的感想是他很热心，就是我们的资讯有问题的话，还是说我们对网站有任何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他讲的话，他是第一时间就回复我们。对，所以你们都知道自己的情境跟别人的情节。好，那这边情境 A 是这张吗？这边情境 B 的是谁？这个吗？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管道，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沟通，这个是沟通管道。然后在台湾有国外，英文不好，你可以找人家翻译。我目前是在辅导很多新创公司去做募资简报，那同时也在很多的企业内训教他们怎么做商业提案简报。我觉得讲师他有一个还蛮好的优点，就是你不用等到你自己功成名就，你就可以回馈这个社会。我觉得好事情有人帮你做，那我们帮助这些人为什么不好？这次来的话很高兴，然后也借这次的机会认识很多不同台湾各区域不同的一些社福单位的同仁们，那可以大家可以彼此交流，然后了解大家在不同领域上面做的一些服务。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研习，我们看到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在整个研习的流程还有活动的设计都非常的用心，同时邀请了几个单位，他们都很成功，也分享他们的实力。活动其实很惊讶的，就是说，其实活动的过程很紧凑、很丰富，我觉得环境也很好。谢谢，就是 Gift to Asia， 还有就是其他伙伴这一次的安排，非常的精彩，而且还蛮实用的，就更加了解就是这个 Gift to Asia 的平台。这一场的活动让我们更了解了这个所谓国际募款，甚至到我们如何跟企业去合作的一些内容。真的非常感谢吉尔用心的安排，非常感谢。
谢谢 Gift to Asia， Gift to Asia 赞。Gift to Asia 爱你哦。谢谢 Gift to Asia， 要继续一起努力哦。谢谢。谢谢 Gift to Asia。希望未来我们合作可以更愉快，然后我们的资金可以越来越多。That's my pleasure to cooperate with Gift to Asi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ank you. 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让我们学习更多，也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翻转这一切。谢谢。谢谢 Gift to Asia 给我们的帮忙。谢谢。Thank you, Gift to Asia.